反正他是经常拉不出来。他吃水，他对水果比较有兴趣。好像什么大部分都水果他都那天超市他都跟你说。好甜，好，好，好那我们，哦，你看，你看，我翻起来了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丢人了。好，你来。好，再拿不起来呀。你看，你要这样挖怎么？